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一，周深在杭州大莲花体育场不仅连开，还自带 BGM， 仿佛在说周深来了，准备好笑出腹肌了吗？我们一群被周深歌声迷得七荤八素的生米，真的做到了，把一场演唱会变成了大型喜剧人聚会。首先得夸夸咱们周深，你是怎么做到每次出场都像是从二次元穿越来的？是不是偷偷练了瞬间移动，还附赠情感共鸣 buff？ 信号干扰不存在的，你的爱和浪漫比 5G 还快，比 WiFi 还稳定，直接穿透云层，直达每个人的心窝窝。说到手机手电筒，哈哈，你们这是打算用科技的力量把大莲花变成银河系分站吗？那点点光亮简直是星光大道现场直播。不过咱们这没有红毯，只有爱的跑道。周深啊，你看看这星星之海是不是比你的高音还耀眼？倒流回最初的相遇，这话我听住怎么像是穿越剧的开场白。不过说真的，回想起那些没有舞台没有座位连荧光棒都得靠想象的日子，咱们是不是得给那时的自己颁个最佳坚持奖？毕竟能一路追随周深到现在，咱们都是真爱粉中的战斗机。金少刚老师说的对，周深你幸福的冒泡了，但你知道吗，你的观众也超幸福的，因为每天都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，还能在演唱会上看到你这么逗的一面。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偷偷去学了相声，每次开口都能让人笑中带泪，泪中带笑。深入娱乐腹地，我们为你挖掘了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，从电影拍摄的花絮到音乐制作的艰辛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捧腹又感动。更有机会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，你的问题可能直接得到明星本人的回答哦。雷哥和蜜姐的惊喜现身简直是彩蛋连连看，雷哥你这随机降落的技术是不是跟蜘蛛侠学的？下次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，让我们这些小粉丝也准备个降落伞啥的跟你一起飞？蜜姐你带住家人来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看这就是我家周深，厉害吧？最后笑料满满的是感谢每一位生命，你们不仅是周深的坚实后盾，还是他的快乐源泉。每次看到你们那么热情，周深都忍不住想，这群人真是太可爱了。不过也请记得，在享受周深歌声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哦，毕竟下次演唱会咱们还得一起笑出腹肌呢。期待下一次相遇，希望那时候的周深能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和更逗的段子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海洋里继续奇幻漂流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